方姐，你去忙你的去吧，啊，我自己慢慢弄。喷的时候避着点儿，你别呛着自己啊。哎。崴脚了！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你看，哎，来来，哎呦，哎呀呀呀呀！你慢点，慢点啊，慢点，你先扶着椅子啊，扶着椅子。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来来来，哎，坐这儿。好，别动，别动啊，别动。哎呦，哎呦，来，我给你拿白酒擀一下，忍一下啊，忍一下，忍一下。哎呀，忍一下，忍一下，哎，给你用白酒，擀一下，对，擀一下就，这你都会，哎，这是小小他爸爸，以前我也崴脚的时候，他爸爸就跟我擀来着，哦。谢谢您啊，方姐。没事，是的，您照顾我。今天呀，你什么事儿都别做了啊，好好歇一会儿。那可不行，我待会儿还得去给程先生、程太太打扫卫生呢。那都是之后的事儿，不重要。这个酒让它热一下，放在皮肤上擀一擀就舒服点。哎呀，还真是觉得轻多了。好嘞，不要紧，那点剩的让它烧完就完了。啊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就用你的袜子，把它稍微展干一下啊。好嘞，这样，再抹点油。哎，好多了，这回好多了。好嘞。哎呦，谢谢方姐了。好，你就在这儿歇着。哎呦，他们那边呀。我去就好了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哪能让您干这活啊？您待会儿我很快就好了，我去。不要废话好不好？你再多说我就不高兴了啊！把钥匙给我。这真不能让您干我的活。把钥匙给我啦。我拿着。真够费劲的你。哎，慢一点，我来。这些事情啊，其实啊，也不用自己干啊，不是有同事在吗？你先怀着孕吧。我过来啊，是要提醒你，今天要去医院做 B 超。可我都快忘了今天是啥节。哎，哎，小陈，现在啊。走路不能这么快，尽量的放慢速度，一切都来得及啊。世纪见面呐，就这么没了？你还想看什么？高手过招，无招胜有招。